碉堡。好了，荧幕好像太亮了，嘿嘿。吃早餐，我要一个经典牛肉。好了，好。停这里就好了。嘿嘿，吃午餐。看不到，没办法。小董的，好，开近距离照你，好，不行。干干干！爱站成功，奥吉站成功，海站成功 ，Next stop 成功。感觉在施工中。嗯，成功站到了。干嘛丢东西？你不要这样子入镜好不好？很奇怪。你的太无聊了。就是要拍移动的画面。不是，就是要拍丢的画面。老婆很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走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山坡上来。老婆说这是香蕉树，这是那个啦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树。哦，好了，知道在下面留言给我。亲子级是什么？叫亲子。等一下，我们先是走这里，一直走。粉红色的啊，对啊。然后接好岸坡。赶那么长哦。然后到这里我就回来了。啊，走那么远哦。嗯。你们车子停在哪里啊？我们走路过来的。从火车站。从成功火车站走过来的。被骗。走多久啊？大概也才十分钟吧。对啊。对了，就绕过。火车道跟那个高速道路这样子 ，OK， 好，继续推进。这可能是以前旧的路线下去，那现在新的路线是直走引水桥，就是一个引流的水桥，把这边的水引到另外一边的桥梁，叫做引水桥。哎呦，要修啊。OK， 前面这条就是好汉坡。Let's go。加油，合同。儿童加油，好汉坡继续前进。
很多这种轮胎用意不明，他可能就设计让人家一次走一个。嘎嘎嘎！哎呀，你走太快了。好，快到了，继续前进三角点。太扯了，太扯了！对，竟然还有攀绳的元素在这里。这应该属于进阶路线，比好汉坡还要刺激的一个拉绳的一个下山或探山的运动。哇，这边属于快攻路线，还有人架绳子。慢慢下。Go go go！ 这时候就开始拍我，要拍小河童很害怕的样子。啊，还冲刺是怎样？出发！哦，慢慢走。Go go go！ 河童拍我，应该没了吧？河童攀岩危险，关啊！紧张刺激的攀岩下坡下攀路线，用滚的比较快。OK， 继续前进、啊。感觉是个碉堡，从这边打开门进去，这边应该是个地下碉堡。哦，我们到了那个啦，狗狗训练场。狗狗训练场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碉堡的上方入口，前面应该会有一些视野可以对那边发射。很深的，不要看。那走了走了，碉堡。好，回去。OK， 我们刚刚从好汉坡上去之后，接林线，然后再从林线下切回来，引水道。老婆的鞋子不合脚，在那边穿。啊，抵达莱尔富，救命稻草就靠这个了。OK， 补充体力。干嘛？太硬了。
亮。OK， 好了，芝高圳步道走起来还算 OK 啦，连小儿童这种弱鸡也可以走完。好了，住来乌日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值得一走，有好汉坡可以体验一下它的那个爬到零线的那个快感。